女儿快下来。来了来了。女儿，我给你一个地址，找到里面的小哥哥，那个小哥哥会给你很多糖。好的，妈妈。小哥哥，人呢？小哥哥，你这里有吃的吗？有有有，在后面的桌子上。怎么是个小屁孩？小哥哥，我有点困了，能到你家睡一会儿吗？可以，小屁孩，你的房间在我后面。趁宝宝正在家门外玩着足球，他一脚将球踢了出去，就想跑过去接住。可没曾想到，妹妹的速度居然比他还快。宝宝吃惊的看着妹妹。小王，对面怎么弄个小屁孩来？少爷，我也不吃宵夜，要我去跟对面换一个吗？不用了，他还挺可爱的，睡得好香。小屁孩过来。来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江小森，你也可以叫我小森。小森，你妈把你卖给我了，你以后就是我的夫人。我不信，我要去找妈妈。妈妈，你真的把我卖给那个小哥哥吗？是的，你回来干嘛？赶紧回去，否则我不要你了。为什么？我还是个小孩子，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？你就是个赔钱货，赶紧给我滚。小哥哥，我真的是一个赔钱货吗？小森，不要哭了，你不是个赔钱货。嗯，好的。你先去吃点东西，再玩一会儿电脑。谢谢，老公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没什么。小森，过来。来了。小森，我叫顾北辰，你叫我小北就行。好。今天我就要出国了，你愿意等我吗？我愿意，祝你一路平安。我会让小王照顾你的。好，你快去吧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夫人，少爷走了，你先去睡会吧。好。夫人，快起来。哦，来了。夫人，少爷回来了，在楼下。神农小北回来了，我要去找他。小北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小森，我都想死你了。嗯。对了，小北，你旁边的女生是谁？她是我妈妈。神吗？妈妈。
原来你就是小森，我经常听我儿子说起你。妈妈好，呸呸呸，阿姨好，哈哈哈。小森别太紧张。好的，阿姨，走吧。小森，别站着了，去屋里坐坐。呵呵，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熟。小森快去吧。好。小森，你去吃点东西。好。阿姨，我吃完了。小森，小北，你俩在一起吧。好。